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哥。今天和峰峰啊、小六他们，还有老男孩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我们广西网红七省的那个螺蛳粉的那个加工厂的一个开业庆典。现在我已经刚刚到了这个目的地，哎，我们进去看一下。热闹吗？热闹，好热闹，你看。广西商业山，对，这不是广西商业山，这是对七省螺蛳粉行业，柳州螺蛳粉，对，就吃小七省，那这个很顺口啊，对，六六的啊，那我看到那个黄头发那个南宁罗志祥，对。啊，盛仔他们也在对面，哇，好多大网红都来了。那许华生来了。七婶也来了。进去了，对。七婶也来了。哦，七婶，都在那里。传哥，算了，许华生。七省的人，全是靓仔，对，基本上都是靓仔多啊。感谢你们，下面时间啊，有请我们的50队进行点睛仪式。来，下面有请我们的啊，小七省品牌的几位股东啊，入场。点睛开始，1点大吉大利，2点生意兴隆。祝我们小七省品牌螺蛳粉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
到好多人。抓紧抢，抓紧扣啊！抓紧抢，抓紧扣！没有，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快抓紧时间抢。OK， 现在他这边那个刚才剪彩呢已经剪完了，我们现在去会场那边哦。今天晚上那个舞台会讲，然后古镇那边是吧？我们现在出发去那边去。往你的舞台面前都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啊，这是现场。右边啊，对，全部往左边推，好吧？等一下我们就进去了。对，好多人，A哥好多人呢。太多人了。人山人海啊！我们现在大会场这里，我们应该是在等，在等门票啊！对，村长说的没错，我们在等门票。我不知道他这边要提前弄门票，上面也有楼梯。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直播的舞台这里，现场这里会场。现在我们在等门票，好多人呐、啊，都在外面等着了。好多人，但是他现在在说那个啥哦，应该先解散。对，等一下就集合。叫你回家了。我不回。阿哥，我第一次那么零距离的接近明星，那郑源他们呢？是不是欢子他们呢？回家洗衣服吧。哎，不回。然后这些都走了，清场。估计是清场，然后让这些人走。OK， 出发进场了。能给五瓶高？那个。好多的人。哇！太多人了，来挤在这里看，这里高啊，看得到啊。对，我们进去走吧。